姑姑，老婆，你炸鸡干嘛？还干嘛？给你熬汤喝啊！阿珍，东西准备好了吗？来了，梁哥，东西早就准备好了。一碗上通宵，你和弟妹说一下。一个大男人去钓鱼还用得着跟老婆请示吗？真的是。那就好，我怕弟妹等下叫你回家，我一个人有点怕。放心，今天一定陪你钓通宵。那就好。 去钓鱼啊，还能去哪？今天哪都不许去，跟我回家。好。这么好的烤肉打不到。 梁哥，在嘀咕什么呢？今天口怎么样啊？嗯，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来汤给谁喝啊？来，拿着。老婆，你拿帐篷干嘛？今晚陪你钓通宵。真的吗，老婆？太好了，那我多喝点汤。